关一杯迄落生啤酒嘞哦。哎呀！我哪个短头发的臭三八还踢我的椅子啊？哎，拍谁哈？小姐，你的脚又那么短，啊，椅子又那么拉出来，我这样经过不小心踢到你，这干我什么事情？而且你居然先呛什么呛啊？这位 O 先生，你把这没有啊？我可是2007年就从宪哥节目出来的美腿甜心。哎呦！你看不看你自己呀？啊？腿那么短，还敢说我啊？肥青蛙、死青蛙、死田鸡啊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你全身这种穿着打扮，你是有在做饭局吗？还是酒店的？啊，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？而且你居然敢凶我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警行厅的总霸子赵哥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，在演艺圈哦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敢骂我，敢骂我的手指头算出来不到两三个。你最好是给我小心一点讲话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没有在怕的。哦，演艺圈。你这会骂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上过的新闻比上过通告还多呢！大绝招，大绝招，大绝招！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！你以为说你骂人很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在车间六教的时候啊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啊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啊，你就不知道赵哥的厉害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要开始用我的灵动之舌。五、一、月下，秒了！二、月饶舌，灵动之舌，靠一张嘴行走，天王老师都要让我赵哥张嘴呱呱呱呱，一刀令杯变成小狗，随时随地补充营养，一天三餐罐头老母，阿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幕前幕后全都要泡哦，内恶心善。脸色太臭，不骂会跟酸敏感上；忍耐太久，不骂会堵人到早上；出口喷张，不骂会勒令被破窗。背后开枪才是烂咖，车间六教都没在怕，放弃自己就是王八。跟着赵哥一起流动，耶！就跟着赵哥一起流动，动。唱着什么鬼东西？啊啊！难听的要死，我快吐了！告诉你，我比你更会骂，好吗？哎呦呦！像个泼妇骂整条街，屌你屌到哭喊爹娘，这个男人那个男人，谁？承受我的任性，怎么骂自己？不要骂人心脏不够脑，不带脏字满街千江，怎么唱也不化，管不住花团子嗓，就敢想到骂遍宇宙。男人太多，不骂会骑到头上；女人太傻，不骂会被关到天亮；忍耐太久，不骂会堵人到早上；小雨太多，不骂会让你关到鬼道。背后开枪才是烂咖。你才王八，就看两个都没在怕。跟着赵哥一起流动，就跟着厂长一起流动。哇，哎，哇，你这查某确实厉害呢啊！哦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嘛你啊！拜托，这种雕虫小技巧我没见过吗？我可是有见过大风大浪的，我还唱过。拜托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既然都讲成这个样子啊，算你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老子今天也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你的单我买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我睡。哎哎，什么？哦哦，剧情。啊？你别卡，你别卡，处理对。都给抓放手！我要不是你的。我跟你说了放手，我就是要当你精神上的寄托。我跟你说了放手，我就是你心的太阳。我跟你说了放手，从今以
要这样偶尔适当的发泄一下。哇，真的压力好大哦！有没有大家看到有没有看？大概我大概差不多，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了，没有看过这种不伦不类的表演。来来来，欧力有老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那个少哥跟强强，这个真的是地表上绝配了。最强的组合，两个人组一团嘛，赵哥强强棍嘛，而且你看，而且你看，看他们表演太舒压了，对，因为就算我们干掉也没有那个跪靠，没有没有，太舒压了。但是我说实在话的哈，哦，金姐，我恭喜你。那最后那一幕有没有？好喜欢哦，拉手有没有？很久，结果音乐太晚放，那边讲就很尴尬，没到底在演。我以为两个最后他输了，你啊那样要接吻了，音乐一下才就跟你说了放手。音乐太棒了，音乐在哪里？最近这个大家压力都很大嘛，对不对？看看表演，心情就变得很好。我们这个表演练得好，很好，练了很久。你们这一段在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点击率最少超过800万。哎呦，我这段很猛。我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是就赵哥跟强强两个人私定终身，在。不行不行 ，OK 啊，有。不要，就跟你说我放手，就跟你说我放手，牵我手很快，一下就到了，不去牵我的手，哎，那你摸一下好不好 ？OK 了 ，OK 了，第一次看到赵哥会害怕。我喜欢强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大方啊，大辣辣，他不会做错，没有哦，太大方了，太做自己，哎，我跟你 gay bye 啊，完全没有，开开心心，爱的爱，不爱的不爱，给你们满分，太棒了，惊喜啊！哦，谢谢你们，来，给个牌，给个牌，这一定惊喜的吧？对啊，不可能惊吓吧？对啊，来，一二三，惊喜啊，惊吓，惊吓，我恭喜你。剪刀石头布了，输的要输的给他那粘一下，很简单，剪刀石头布 ，OK。竟然是赵哥，哎，赵哥怎么会这样？你难的啦，哎呦，记得赵哥啊，您别是探花这钱了，脸不好了，脸不好，脸好脸好，哎好，好可爱哦，下属你啦，下属你，正依照那个念，然后要有节奏，预备，开始。苏州有个老师爱读书，苏州有只老鼠爱吃书，老师读书，老师读书，老鼠在老师读书时出书，老师读不下书，老鼠吃坏了书。很痛很痛很痛！八八八八八！你只把天。八八八八八！哎呦，好好。